舍千面，游戏人间，你会找到答案吗？上下相依。只要大家想要体验一下这种快什么快乐的打击感，嘎嘎顶的画质，记得下载《飓风闹》加入。现在这个 GeForce Now 有很多这个限时的特惠方案来，然后啊，但我现在是先订阅了这个钛金方案，这个什么既定笔电也能用，没错，这个 GeForce Now 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什么？可能有些人说，哎，阿蛋，我的电脑平常那个速度有点卡卡的，还是什么玩一些游戏那个流畅感怎么都没办法像你这么好啊！我又没有钱跟阿大你一样换一些比较好的那个电脑配备，那怎么办呢？没错，来用用看这个最好用的 GeForce Now， 来用 GeForce Now 登录这些游戏，直接让你这个游戏那个游戏里面的画质变高，帧数提高，解析度 up， 直接享受一下跟你平常不一样的那些游戏体验，有没有？主要是跟大家推一下这个钛金方案啦，钛金方案就是那个这目前最赞的啦，就是它有支援一个 4K， 主要是它好像是让你的电脑玩游戏直接搭载一个30系列的显示卡，我不确定这个一次用好我自己习不习惯还是我喜不喜欢呢、欸？那这边还有这个钛金方案日订，只要一个订阅差不多的钱，就可以先试用看看，每天可以什么享有5小时的游戏时数，无限游玩次数跟优先排队权，深度学习。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什么，支援 4K 高画质更清晰，还有这个 FPS。阿角，你是有达到这个用这个 GeForce Now 的话，你玩其他游戏就可以让你的那个游戏体验变得更好。只要看你玩这个《原神》、《铁道》啦，还有这些大世界的游戏啦，还有什么赛车啦，或是什么一些动作游戏啦，都 Apex 也有，就可能让你的游戏画质里面可以那个特效都可以开满，然后让它跑得更加顺、更清晰。可以用文书机在 4K 电脑打 3A， 但游戏要自己 Steam 有买的。对，没错。就像刚刚那个实况盟友今天刚才说的，只要你平常就是用文书机，然后你想玩一些游戏的话，你搭载这个 GeForce Now， 用这个 GeForce Now 启动游戏就可以玩了。然后记得在结账的时候，好像可以用这个优惠码，然后优惠码就是这个 MMDLoveGFN。续约的人先取消自动续订，然后重新再用优惠码订阅，下一次就有优惠了。哦，可以哦，啊好。然后他这个刚才有人问出说他用什么原理，好像是这个云端运算跟云端储存，对吧？这可以免费升级你的硬体设备，然后就是你用那个文书机也是有机会玩到3A 大作，然后他不占空间，也不用安装，然后只用等待那个，也是不用等待那个游戏时间。还有昨天我的那个 partner 有跟我讲一下，就是可能你有玩一些游戏，然后他需要切换这个语言包，但是讲你用这个 GeForce Now 的话，就是直接不用再下载那些语言包了，可以直接的切换。还有什么光线追踪？你只要去玩一些射击游戏或者什么三 A 大作里面那个水平面跟那些比较细节的东西，就是需要来订阅这个钛金会员。没错，超节省电脑空间，不用下载，不占空间，免等待下载游戏。哇，手机也能用是不是？语言包超赞哦哦。那假如你用手机，就是可能平常哦，今天我想听中文好了，用那个原神。直接一键切换到那个日文，然后也可以切换到中文，就不用占你那个手机的容量，其实也蛮方便的。大半部分的人可能还没有换过一些你的电脑配备的话，就是可能看那个60Hz的看习惯了，然后你只要用看这个，你会觉得哇，原来这个游戏可以这么流畅啊，对吧？那希望大家有机会来试看看。然后它好像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假如你用手机玩一些这些原神啦、啊，还有铁道，它也可以减少你手机发烫的可能。帮刘莹刷一下它的需求，你看那跑起来就很顺，我自己看这样看起来也是很顺。我的优惠码跟官网的夏季优惠码差在哪里？来，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，用我的优惠码跟用官网的优惠码差在哪里？官网的优惠码夏季方案是钛金订阅379，钛金月订是379，而我呢349，便宜
30块，我操，3瓶麦香，天差地啊！有吗？你没有觉得看我这个铁道画面之顺吗？我看到了，那个花火，他刚才说他喜欢我，我连这个都听得到了。引渡徘徊，来点刺激的。蛋的优惠码是一个月349，官网的夏季优惠码一个月是379，所以肯定是用蛋的优惠。假如你是用一个月的话，用我的比较好。啊，但是用既定的话，好像官网的既定一个月好像是333。我不对，我还说实话，假如你想一次订很久的话，用官网的也没关系。但是我会希望大家用我的，这样子你们快乐，我也快乐，厂商看到我快乐，他也会快乐，大家都快乐，好不好啊？大家端午节快乐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来切换一下那个语言包吧。英语，假如你用这个 GeForce Now， 完全不用下载。来，英语。Hey hey, I'm Sparkle. Got any cool dance? 英语我还好。Just hit me up. Yahoo, 花火だよ。啊，大众。危険な依頼とかあったら花火に行ってね。面白そうだったら火を。看，大众。来，最后韩语。韩语我没听过哎，韩语的话哦，怎么说？안녕안녕，난스파클이야。위험한일을처리해야할땐언제든지나를찾아도좋아。좀더힘내볼까？아예야。有，这个还蛮可爱的。아예야。假如你用 GeForce Now 登录任何游戏，假如它有语言包的话，它这是可以一键切换的，根本不用下载。因为可能有些人用手机或是电脑，你如果下载那些语言包的话，会占一些你的空间。假如你是用 GeForce Now 登录的话，就是各里面预设的各种语言都可以。好，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GeForce Now， 反正就是玩 GeForce Now， 不是玩用 GeForce Now 玩游戏可以大大提升你的游戏体验。就像我刚才玩那个《星穹铁道》，但假如你是想玩一些三 A 大作的话，那些的体感应该会更好一点。然后。会推荐大家用这个钛金方案，那个因为很多的功能都是钛金方案才有。手机比较旧一点，或者电脑比较旧一点，显示卡它的比较没有那么有力的话，就可以试看看。找到办会员的话，记得左上角那个我的优惠码输入一下，这样我好像也可以分一杯羹。你们会变便宜，我也能够快乐 ，OK 吧？好啦，那假如大家想体验看看的话，记得，哎，这边好像有个免费方案，那免费方案就是可能比较没有不能提升什么。只要大家想真的体验看的话，花个几百块，少喝一杯珍珠奶茶，就有机会体验看看这个钛金方案的日订，用一天。只要你觉得很喜欢的话，再来订月订或季订都可以。OK， 好了，那今天小弟弟的 GeForce Now 好用东西环节先到这，感谢大家看我介绍这个 GeForce。Now